很多人说安利是金字塔，请问哪个组织它不是金字塔呢？在学校有校长、副校长、班主任和学生，在企业里有领导干部，也有普通员工，哪个组织不是从上往下都是人，越来越多？问题是无论我们在哪都是努力往上游啊，您说是吗？安利事业是有机会让我们普通老百姓翻身的，那您在其他的组织有翻身的机会吗？更何况安利根本不是金字塔，它是有超越性的。不信的话，您可以找你身边安利的朋友，让他讲一讲安利的奖金制度，您就明白了。我是燕子，关注我，带您了解不卖不买不囤货的安利，助人助己的新媒体新安利。